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上旬，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，大家都准备开始育苗，菜苗、花苗。今天我们看看这个专业花圃的育苗工具。眼前的这个呢，是这种用来育苗以后呢，直接可以种到土里边的这个 container， 也就是它的 roots 呢，可以从这个container 出来，所以就不需要再拿出来了。这种盒子呢，它现在是10个呢3.29块，3个inch 的花盆，还有更小一点的呢是2个inch 的呢，它里边呢有12个，是2.29块，还有呢更大一些的，这个是4个inch 的呢，它里边一共是6个，它卖是3.29块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这种育苗盒 plastic， 它这里边呢包括一个 trail， 而且还包括了上边的 cover， 然后这里边呢有些 cells， 这个呢也是有不同的 size。 像这个呢，它里边一共有32个 cells， 然后它卖的价格是6.99块。再更小一点的呢，它里边呢一共有48个 cell 呢，也是6.99块。这个育苗盒呢，就是育完苗以后呢，你把苗必须得拿出来，然后呢重新种到外边地里，或者是再种到一个大一点的盒里边，继续让它生长。有这个 cover 的好处呢，就是里边的温度呢，它会保持呢比较高，因为有些花种呀菜种的发芽温度呢，它要求是25度左右才可以呢发芽。然后这里边呢它也有说明你怎么样做，这个很详细的，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好的的 package。 它还有一种呢，是这个很有名的一家种子公司的，也是一个 package。 这里边它分这个有 cell， 然后 cell 下边呢它提供一个trail， 它也提供你一个上面有一个 cover， plastic cover。 这个呢它一共是有几个 cell， 72个 cell， 如果你要育苗育的多呢，那买这个最合适的。72个 cell 呢，它现在卖的价格是8.99块。这里也有许多的蔬菜种子，不仅有西人的蔬菜种子，也有中国人喜欢的蔬菜种子，像小油菜、苦瓜、白萝卜、中茄、空心菜、小青葱、长豆角等等。这些种子有的是传家宝，有的是 organic 有机的，也有的是非转基因的，而且它的种子的来源呢也比较丰富，有3-4家种子公司的种子，实在是太多了，你可以选到你心仪的蔬菜种子在这里。这还有不同种类的花卉种子，也特别的多，它的价格也就是2块多起价吧。这个百日草种类也特别多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都是双瓣的。 Zinnia Lupin ZinniaSweet pea， 还有 poppy， 罂粟花，太多了。香雪球、calendula、cosmo、marigold， 这些都是很好的 annual 花卉种子，很漂亮。这还有非常贵的西红柿种子，有的一袋7-8块钱，属于比较非常好的西红柿品种吧。这有 sunrise bumblebee， 有 cherry indigo rose， 这都是非常 popular， 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西红柿种子。